什么事儿？喂，老公啊，我在外面买了很多东西，拿不过来，你有没有开车？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一下？我在开会呢，要不你自己叫车回家吧？啊，我挂了。 亲爱的，我今天来接你的时候，差点被车撞了，吓死我了，我还以为你，我再也见不到你了呢。怎么可能呢？以后开车注意安全啊！哎，对了，难道你没看到那车的屁股都凹进去了吗？干嘛？啊，没事没事。 什么呀？心不在焉的呀？我哪有？来，过来。讨厌。心雷，这么巧在这儿碰到你了。 是，你放心吧。 心雷啊，如果你有什么不开心的，真的不要憋在心里，说出来吧。说出来之后，你会舒服很多的。我真的没事，你走吧，我只想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。 但他不说，我也能看出来，他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差，好像受了什么重创似的。那我估计就是他老公的事情。他老公？不是，静茹，你现在能赶过来一趟吗？我真的放心不下他，我想你如果过来一趟的话，他会好一些吧？不行，我现在正要开庭了，我实在过不去。徐磊，你听我说哈，他既然不想你过去，他想静一下的话，你听我的，在旁边守着他，别让他出什么事儿。我现在就担心啊，他想不开。 我会看着他的，行，那你先忙吧，我没别的事儿，我先挂了啊，哎，再见。
其实我根本就没怀孕。什么？你没怀孕？哎，因为当时我听说许诺要跟那个女的私奔，我脑子一下就懵了。我心想，怎么也得留住她。这个黄花不知道怎么的就说出口了。行啊你，现在都能自己想办法了，不错，你出师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担心了。我本来那天就想跟你解释来着，可是后来我爸妈突然来了，我就没法说出口。你道歉干嘛呀？我觉得你做的很对呀，当时那种情况你就得这么做，不然你怎么留得住他？现在好了，你把人给留住了，这过程不重要，结果最重要。又是你那些黑暗理论，都这个节骨眼上了，你还夸我，想想多吓人啊！你做的对呀，你应该夸呀。哎呦，不过这时间一久，肚子没动静的话，到时候你怎么给你父母交代，又怎么给许诺交代？我怎么知道怎么交代啊？我要知道怎么说，我还找你商量干嘛？现在可好，连我爸妈都知道了，我根本就是骑虎难下嘛。你这臭丫头，如果你不准备找我商量的话，你是不是打算一直瞒着我呀？哎呀，你就别再说我了，赶紧帮我想办法吧。你和他在一起的那个晚上，是什么时候的事儿？大概有2个多月了吧。那个月你是什么时候来的？那个又是什么时候结束的？你问这个干嘛呀？哎呀，我问你，你就快说。好像是隔月的5、6号结束的吧。月底，那怀孕有50几天了，还行，还能瞒一段时间。这离你肚子凸显的时间还有一阵子。那就满50多天啊？那50天以后怎么办啊？你连50天之内的事儿你都保不住了，还想着以后呢？放心吧，我爸的医院呢，我也认识一些人，到时候瞒着所有人给你开一张假的怀孕证明还是可以的。这招能行吗？这行不行的，你还有别的方法吗？要不你就咬咬牙关继续装下去，要不你就投案自首。你爸医院那些人靠不靠谱啊？可别让你爸发现了。放心吧，我爸医院那些人啊，都各怀鬼胎，有的人向着我爸，有的人向着我，我搞得定。披上这个，这儿风大，免得着凉。你一直在这儿？这片海滩太僻静了，我不放心你一个人在这儿。徐磊，谢谢你，可我真的没事儿。我一个人在这发呆就够了，你没必要花时间陪我。心蕾啊，你真的没变，还和以前一样，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，喜欢闷在心里，喜欢自己扛着。但你这个习惯真的应该改一改，虽然这样做很坚强，但长此以往，你真的会憋坏的。你要去哪儿？回家。那你在这儿等着，我开车过来送你回去吧。那我帮你打个车吧。星磊，你回来了。星磊啊，这位是？他是我老公高明伟。哦，高先生你好，幸会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姓雷大学里的男朋友，我见过你照片啊。
心蕾啊，你已经平安到家了，我就放心了。我先回去了啊。徐蕾，谢谢你。哎，这都不是事儿。你回去之后呢，好好休息啊，别多想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过不去的坎儿。啊，回见。回见。拜拜。拜拜。师傅，开车。你当我是空气啊？如果你非要这么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星磊，杨星磊，杨星磊，你过来一下。怎么了？你坐下。上次你接卡卡的事情，的确是我误会了你。但今天这个情况，你怎么解释？我没有什么需要跟你解释的，倒是你，难道就没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？我？难道要我说我老婆跟她前男友旧情复燃，当着我的面给我戴绿帽子吗？我不应该开心。你还真是恶人先告状。什么恶人先告状？你心知肚明。是，我对你跟徐磊的事情心知肚明。我告诉你，我已经容忍很久了。既然你一再挑战我的底线，那我告诉你，不要怪我不客气。高明伟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你跟我来。你干嘛？我问你，这个包真的是静茹送给你的吗？当然是。你装？你还装？这个应该可以作为证据了吧？这个包明明是你前男友送给你的，你为什么说是静茹送给你的？你跟踪我？我有这个空吗？是我同事看到了，拍下来发给我的。如果不是他，我不知道被瞒到什么时候呢。你的同事？你哪个同事这么热心，这么八卦呀？少打岔，你承不承认？没错，这个包是徐磊送给我的。那是因为我帮了他的忙，他出于感谢我才给我的，并不是你想的那种龌龊的事儿。你还狡辩？如果不是我想的那样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实话呢？那是因为我知道，我只要说了实话，你就会是现在这个样子。杨新磊，我告诉你，我拿到了照片之后，我一直希望你能给我一个解释，因为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你是这样一个人，因为我相信你，但现在看来，我看错了人，你太令我失望了。高明伟，你既然这样不分青红皂白的栽赃我，那就不要怪我也让你难堪了。让我难堪？我有什么好难堪的？你说出来我听听。你怎么说这么多话呀？心虚了？害怕了？我心虚什么呀？我又没做过什么亏心的事儿，我心虚什么呀？你说。高明伟，这一次你出面帮了我们家，救了爸爸留下来的美车坊，我们全家都很感激你。我甚至想过，看在我们夫妻多年的情分上，看在孩子还小的份上，看在你对杨家的恩情上，我愿意原谅你那些不堪的所作所为。只要你离开那个女人，我可以当作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我愿意再给彼此一次机会。离开哪个女人啊？你说的我怎么听不懂啊？
你别无中生有，我无中生有，我无中生有。你给我看的那些都是什么莫名其妙的照片呀？你喜欢看照片是吧？好，我也有，我让你看个够。 很遗憾，今天下午我并没有走错路，我去火车站了，而且去的很不是时候，差点耽误了你们俩的好戏呢。这个女人，她叫谭雪是吧？她就是你手机里的 TX， 对不对？是，是又怎么样呢？她是我一个同事，哎，我跟同事出差回来不行吗？ 他是你很好的同事啊，那为什么那一次我们在西安店里遇见的时候，你们两个连个招呼都不打呢？我根本就没有看见。还有一次，你跟我说你去云城出差，其实是和他去绿岛度假了，对不对？这不可能。怎么不可能？为什么我帮你收拾行李箱的时候，我会在里面发现安全套？ 这是为什么？这更不可能！你别捕风捉影。我捕风捉影？难道不是吗？你整天不去上班，窝在家里胡思乱想，我在外面拼命，我为了谁呀？你从来不替我考虑考虑，净想那些事情。高明伟，事已至此。 你觉得你还这么继续演下去有意思吗？你至于非要把我逼到无路可走才好。是你逼的我。心磊，这可能是个误会。同事关系。 可以好的光着身子一起躺在床上。今天下午，你们是在万里酒店开的房吧？你知道吗？要不是我亲眼所见，我还会一直这么相信你。你到底要骗我骗到什么时候？ 我这希望自己是个瞎子，那样我就看不到这一切了。你这么急叫我回来什么事儿啊？装，你在装呀？怎么了？你自己看看你干的好事。这，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。哦，这完全是个误会。杨新磊，我太小看你了。早知道你要跟情人约会，我就跟你腾地方。 是不是我不在家的时候，你直接就把他领了回来？你不要血口喷人，这张照片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弄到的，但我杨新磊不像你，人后干见不得人的事情，人前还能振振有词，证据放在面前你还跟我凶？行了行了，我不想跟你多费口舌了。本来我还在想，对于这个家。 你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我们都给彼此一个机会。现在看来，是没有这个必要了。签字吧。原来这一切都是你在操控。离婚这事儿，你早有预谋吧？现在终于被你逮到理由了，你满意了？ 高明伟，我现在就明明确确的告诉你，这个婚我是不会离的，我要维护我的尊严和清白。杨新磊。
你以为我今天是跟你在开玩笑吗？我不是来跟你协商的，我是来通知你的，这个婚我离定了，签字。你不要冲我大吼大叫，你没有这个资格。我告诉你，还有你那个女朋友，你们越是算计我，我越不会成全你们。 真的，真的。哎，心雷，你干什么？你混蛋！不是，心雷，我不想看到你这样，我真的很难过，真的。你放开我！你，心雷啊，不是，心雷啊，心雷，你不要误会，心雷。 给准妈妈，产检报告好好预习一下，不懂的翻出查一查。哎呀，好可爱呀！我要是能造出个小孩来该多好啊！谁让你自己肚子不争气呢？我把剧本都给你写好了，照着演你都演不好。哎呀，别提了，两个小便种，真是丢死人了。你说徐诺该把我想成什么样的人了？ 我害怕以后万一跟他结婚，离那个就……哎呀，你呀，这就是报应。是以前吧，你把别的男人弄得死去活来的，现在啊，这许诺就是老天派下来惩罚你的。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笑话我？赶紧帮我想办法吧，这条路也不行，那条路也不行的，再下去我都该露馅了。事到如今，就只有一个方法。嗯，你听好了。 整改方案如下：第一，你必须得说服许诺和你把结婚证领了，因为你这肚子不等人。许诺他这么善良，一定会答应的。第二，这结婚的事情一定我们再上演一出流产的戏码，万事大吉。是能行通吗？还有别的方法吗？不行也得行。唉，看来也只能这样了。唉。 目前我是造不出这个小小孩了。今天的星座运程说，你今天就是顺利，赶紧回家好好整理整理吧。嗯，正好许诺来我家吃饭，今天晚上，我妈找了个大师帮我们俩算了一个好日子，我估计她今天晚上就会宣布。 喂，啊，没事儿，你说。 真的，够劲爆！行，那你发我手机上吧。好。什么事情啊？神神秘秘的，又有新动作了？啊，你看着吧，我现在又掌握了最新的情报。这一次，高明伟和他的老婆真的要 say goodbye 了。行啊你，亮出啥手锏了？我也没办法呀。 为了我的幸福，我也是被逼的。你被逼？我看都是你逼别人，好吧？哎呀，不好意思，弄醒您了。
啊，没事没事，我都睡着了，我身体吧挺敏感的，你今天帮我弄的真是舒服啊。人在疲劳时反而不容易放松，我先给你做了全面调理，后面再做针对性治疗。好好，一切都听你的。平时那些理疗师哦，就是给我推销一些乱七八糟的产品，没一个靠谱的。啊，不好意思，我接个电话。好。喂，我正在忙，长话短说吧。杨新磊，这么快就跟我摆谱啊？就一句话，一个小时后家里见，我有事要找你。干嘛？怎么啦？孩子在，看见多不好。看就看见了，我还要亲一下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喂，什么事儿？现在签字也没问题啊。好。一个小时以后见。什么？离婚的条件要卡卡？是，我就这一个条件。那我现在告诉你吧，不可能。你连自己都养不活，凭什么要卡卡？生活费、教育费，什么冬令营、夏令营，你负担得起吗？我既然要他，我就养得起他。哦，我明白了，是你那个老情人愿意帮你养孩子是吗？麻烦你转告他，让他去做梦吧。他亲爹还没有死，轮不到他操这份心。方明伟。你太过分了！我过分什么呀？我是讲法律的，我咨询过了，除非你有合理的经济来源，否则卡卡的抚养权你是拿不到的。那我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，我早就找到工作了，我现在每个月的收入至少是五六千，以后还会更多呢。你骗谁呢？你有没有工作我不知道啊。我什么都要告诉你啊！你有外遇怎么不告诉我呀？你在说什么呢？行，你既然撕破脸皮，那我也就不跟你君子了。卡卡的抚养权，我绝对不可能给你的。既然已经决定离婚，关于孩子的问题，我们还是心平气和的谈吧。卡卡长这么大，一直是跟着我的。你的工作你自己最清楚，成天不着家，你怎么带孩子？难道你要交给保姆吗？或许，你的小情人愿意帮你。
阿姨，你是跟爸爸怎么认识的？我和你爸爸是在一个公司上班啊。在一个公司上班？对呀。那阿姨，公司里的人你全认识吗？哎，我说你这孩子，怎么话里有话的？阿姨，什么叫话里有话？哎，阿姨，你那个蛋糕看起来好好吃的样子，我可以去吃吗？ 吃蛋糕去吧，慢点跑。阿姨，你看，啊，哎，我让你跑慢点吧，笨死了。阿姨，对不起。肯定随你妈，自己玩会儿，弄一下衣服。 听到了吗？阿姨，我不小心把你水倒在你的书包里了。啊！哎呀，你怎么这样啊你？怎么了？家里遭打劫了？都是因为小祖宗嘛，把我包弄的全是水。我，对不起，我下次再也不敢了。什么你不敢了？你看就故意的，撒这么准，这包是限量版的，你卖了都赔不起。小雪。 你跟孩子叫什么真？不就个包吗？洗一下不就可以了？阿姨不是冲你的啊！嗯啊！爸爸，阿姨好坏啊！我想问爸爸。臭小子！小雪。啊，我们去洗澡喽。你说我一直希望您能找份工作。 是希望有一天离婚的时候，我们有些谈判的筹码。我还真是低估了高明伟这个家伙了啊！竟然真的把这个事儿弄到法庭上去。静茹，你就直说吧，我的胜算到底有多大？如果这个事儿真的闹到法庭上，可能就没那么简单了。法官要衡量的就不光是你的工作和经济能力了。不过好在呢，你有个优势，卡卡一直是由你来带的。 不过呢，这也可能变成高明伟的一种说辞。他可以说，卡卡是个男孩子，由父亲来带，在工作和生活上可能更方便一点。但是他这么忙，哪有时间呢？他可以说他的工作可以调整啊，并且他有这个能力支配时间。而你呢，你虽然现在有工作了，可是你没有支配时间的能力啊。并且这种官司是个持久战，而卡卡越来越懂事儿了。 他会受伤的，我什么都可以不顾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让卡卡难过。大姐，别难过了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如果我放弃孩子的抚养权。 我能提出什么样的探视条件？至少也得一种一次吧。不过这也得看你跟明伟以后的相处方式了。我知道了，为了卡卡，我会重新考虑一下的。卡卡，好玩吗？好玩。那阿姨是不是比妈妈好啊？ 阿仔，来吃饭了。吃饭了。爸爸，你忘了吗？妈妈说外面的菜不干净。阿仔，你放心，爸爸是挑最干净的饭店买的啊。哼。怎么了？我想上厕所。你前面不是上过了吗？卡卡，这小子。 来，我们吃，不管他。孩子探视时间，一周两次，够可以吧？
不可以又能怎么样呢？我说不可以，这份协议就不用签了吗？你别再跟我纠缠这个问题了，我不想因为这个问题再跟你吵架。念在我们夫妻多年的感情上，我们好聚好散吧。我就是念及夫妻情分，才没有和你闹上法庭，才把卡卡的抚养权交给了你。好了好了，算你高风亮节。不过我得提醒你一下，孩子姓高，就算你真的想撕破脸上法庭，我高明伟照样不顾一切的会抢回那个抚养权的。我绝不允许你带着我的孩子嫁到别人家里。说到底，你还是觉得我跟徐磊有不正当关系。我怀不怀疑已经不重要了，重要的是我手里的照片，法官看了之后，他是否会怀疑你们的关系正当。对了，婚后财产这一条，关于房子存款，我会以现金方式给你的，一人一半，我算是仁至义尽了吧。高明伟，你不要以为你这么做有多高尚，我用不着你怜悯，更不用你施舍。我告诉你，如果当初不是为了迁就你的事业，我不会放弃中医院的晋升机会，更不会辞掉工作。这些财产是为我这么多年牺牲事业，为这个家，为你和孩子付出的补偿，是我理所应当得到的。家庭主妇可以是免费的，那是因为有爱。一旦没了爱情，我就要我应该得到的。你怎么现在说话那么直白啊？从分居到现在，好像没有多少时间了，你怎么像变了一个人似的？你以前说话没有那么强硬的。我强硬？好吧，我就是强硬的太晚了。算了，除了孩子和财产方面，你还有其他什么要求吗？我还有一个要求，咱们办完手续以后，我想好好的陪卡卡玩一天。好，可以，不过要等我从香港回来之后。什么？你要去香港？那卡卡怎么办？谁来照顾他呀？你不用这么紧张。我既然要了他的抚养权，我就一定会对他负责的。公司奖励明星员工去香港旅游，我会带上他。他不是一直想去迪士尼吗？是啊，一年前他生日，你就说要带他去，可是因为你总是出差，所以总也去不成。现在反而我却不能陪他了。姐，喂，然然啊，今天礼拜五，下了班能不能到 SPA 馆来一趟？我有事儿想跟你聊聊。嗯，好啊，正好我想过去呢。那行啊，我今天上晚班，咱们见面聊吧。嗯，那晚上见喽，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其实今天大姐找你来，是想告诉你，奶奶她病了，而且病得还不轻。你说什么？奶奶她怎么了？怎么了，姐姐？都怪我，听说我离婚，奶奶就晕倒了。
一提到这个，我就特别后悔，不该这么早把这事告诉他们的。那奶奶现在怎么样啊？她是在医院还是家里啊？医生怎么说呀？去医院做了全面检查，打了点滴之后，奶奶回家一直精神状态都不太好，每天看着你和卡卡的照片流眼泪，饭也吃得很少。我们怎么哄怎么劝都没用，只能在一旁干着急。那奶奶都这样了，怎么不去医院呢？你们一定要劝劝她呀。医生说她这是心病，心病还得心药医，所以然然，大姐希望你能回家看看奶奶，如果能搬回家住，多陪陪她，那就再好不过了。大姐，但是这个我……我知道这么对你说是很突然，可是医生说了，奶奶年纪大了，再一天是一天了，最好少受刺激，保持平和的心境。也许对奶奶来说，你平安回家就是最好的安慰。你离家在外这么长时间，一直没有消息，奶奶始终放不下你。上次我们见面后，我回家没有和夏莲提过任何事情。可是这一次，我离婚的事情对奶奶打击太大了，特别是我没能把卡卡留在身边，我真的怕她会扛不住。所以大姐希望你能先放下心里的负担。我知道了，大姐，什么都别说了，我明天就回去好吗？嗯。我现在真的只希望奶奶能够赶快好起来。有人找我啊？是的，这位先生找您。这个是卡卡给你挑的。卡卡在迪士尼玩得开心吗？他路上有没有闹腾？他刚开始有点闹腾，老师说要找妈妈，我跟他说妈妈去培训，过一段时间才能回来，要他乖乖的，妈妈才会放心。然后他就安静。其实我们的孩子还是比较懂事的。过两天就是周末了，星期五我上白班，下午想到学校去接他。哦哦，哎好，不过什么？我们不是约好的吗？你不要出尔反尔。你放心，我高明明不是这样的人，只是我妈来了。你妈不让我见卡卡？不是，是这样的，我们俩离婚的事，您知道，我妈身体不好，她有高血压，受不了这个刺激，万一有个什么的。都到这个地步了，你才想到这些？啊，你就别说风凉话了，求你了。我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能不能回来住两天？高明伟，你不觉得你的要求很可笑吗？是是，我也觉得可笑，所以这不跟你商量了吗？你就回来住两天，假装我们没有离婚，好吧？你看，妈一向听你的，只要你在就没事了。星蕾，你妈是对我很好，可我们现在的关系……那这样，以后你什么时候想来接卡卡都行，这样可以吧？谢谢星蕾。
卡卡，你的眼睛还要不要啊？不要整天玩游戏机，赶紧把你的积木收一下。等妈妈来了，妈妈自己会大扫除的，我也是她的好帮手哦。等你妈妈，等你妈妈等到什么时候啊？也不知道你妈妈培训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。快去开门。嗯。看看谁来了。哎呦，新磊，是你啊？是啊。妈妈，可以帮我们大扫除吗？当然可以了。妈妈，我最近画了很多画，我舅舅去拿给你看，好不好？好，快去呗。新磊，啊，来坐下，你培训结束了。啊，我呢到那个杭州去旅游，顺便就来看看你们。明伟说你去培训去了。你怎么丢下这家里一大一小的不管他们了呢？啊，不是，是卡卡总跟我说他同学的妈妈都有工作，我这才……哎呦，小孩的话你也去听。我怎么看你很憔悴啊？是不是培训太累了？还是明伟欺负你了？要是明伟欺负你，你就告诉我，我帮你去收拾他。不是，是培训太累了。嗯，不过正好这样的话就不用减肥了。新磊，我这次来给你带了个礼物，我没给明伟看，他看见了一定会说我偏心眼儿，所以啊，我带你到房间去看吧。嗯，好，走。妈妈，哎，你看我画的画，然后妈妈，我跟你说，咱们到房间再看吧。顺便问你一件事，你是不是真的去工作了？是啊。要不然妈妈还能去哪儿啊？嗯，走吧，妈妈。走。这还给自己买上水了呀？早知道我那一会咖啡分你杯不就行了吗？哎呀！呀，这买水的功夫还给自己来一大便装啊啊！这当然了，你都有女人给你买咖啡了，我这看到漂亮的衣服，自己喜欢的衣服，还不得对自己好点儿啊？真是。呀，这件衣服好漂亮啊！欣然看见了，一定喜欢。啊，你妹妹回来了呀？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告诉你啊，你们家许诺跟欣然已经分手了，你不会不知道这件事情吧？我跟你说啊，你一定要转告你们家许诺，千万不要再来缠着我们家欣然了。他们已经分手了啊，我看他呢，比你呀、啊、也好不到哪儿去。我告诉你，我早就知道这事儿了。不是，再说了，谁缠着你们家欣然了啊？是我弟弟，我们家诺，先不愿意你们家妹妹呢，行吗？听好了，是许诺甩了你们家欣然的。就以为你们那家的大女人都不好惹，尤其是你这二姐更刁蛮，你知道吗？我呸！谁不讲理了啊？还他甩了我们家欣然呢！我告诉你啊，我也懒得给你浪费我这些口水了。反正呢，我们现在是人际关系格式化，清空历史记录，以后你跟我也彻底没有瓜葛了。哎，我告诉你，杨馨宇，你是你，我是我，别往一块扯啊！再说了，也不可能有什么联系了。他们家，我弟都快结婚了。结婚？啊，他啊，就是上次那个富家女，知道吧？还记不记得？真的太喜欢我们家诺了，太爱了，你知道吗？这死乞白赖的非要嫁给我们家诺，你看我们家诺到最后没坚持住，崩盘了呗，就勉强的答应了。哎，以后你要是在电视上或报纸上看到我们家诺了，你别吓着了啊。吹，你继续吹，就吹吧你啊！我跟你说啊，这豪门恩怨的这种爱情婚宴，我看的太多了。况且你们家许诺又是个倒插门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，他们俩的婚姻要是能够幸福啊，这世界上啊都没有故事会了。哎呀，我觉得你小学真没学好，还是怎么的，连这点最基本的道理都不懂。告诉你，男人看手腕，女人看脸蛋儿啊！
那再不幸福的婚姻，那也是婚姻，倒不像你那么毒舌，我怕以后连一段不幸福的婚姻都没有。哦，那才可悲呢。你有，你有，你有，就你有，你有100个、1000个，有 N 个。那可不，这必须的嘛。哎，我告诉你，等一下，这是偶像欺负女人，被你的粉丝看见了可不好哦。哎，我。我学生，学生，我学生，咖啡啊，买回来了。嗯，哎呦喂，真贴心啊！哇，买那么多啊？对啊，我不知道你要喝什么嘛，所以都买了。哪个我都喜欢。上这儿，装厚的，让他顺势让他快会儿去。来，谢谢。等很久了吧？最近忙家里的事儿。谢谢。今天早上收的东西，发现了这个，怕你着急了。你叫快递就行了嘛，还亲自跑一趟，就是想见你嘛。再说了，你妈最近来了，可以帮你带孩子了，我们还不赶紧再去约个会。哎，对了，咱明天去看这个吧，我好不容易弄的票呢。三张啊？嗯，你想带卡卡去啊？他又听不懂。哎呦，你可千万别给我提那小祖宗，我可不敢招惹他。哎，你不是说你妈喜欢看戏吗？带你妈去吧。我妈，我妈那是喜欢京剧，这些洋玩意儿她根本就听不懂。这个是中国人翻拍的。明天啊？对啊。我想想，我如果没记错的话，我妈明天有别的事儿。你妈都来了多少天了？你在丑媳妇还能见公婆呢？我丑吗？我见你妈凤眼。你好看，所以我才喜欢你嘛。其实是这样的，我妈这次来呢是为了检查身体，你看她这边疼那边疼的，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跟她说我离婚的事呢？我听你妈平时说话挺中气十足的呀，怎么一来就添了这么多毛病？那我就更要去看你妈了，要不我带你妈到我爸那去瞧瞧？就不用不用不用，我估计啊那就是常见的老年病啊。你就是心里有鬼。我怎么心里有鬼了？小雪，你放心，我一定找个恰当的时候把这个事情跟他说清楚。你再给我点时间。我又给你时间？每次我要求见面，你就让我给你一点时间，在考验我的耐心呢，还是在考验我对你的爱啊？小雪，别生气了。我们都走到这一步了，见父母就是一个程序和过程而已。你别胡扯这些，从一开始到你分居再到你离婚，我耗了多少时间多少精力啊？现在好不容易把幸福盼到眼前了，就各种欺骗我瞒我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我什么时候骗过你？什么时候瞒过你啊？我还不是为了我们以后能顺顺利利的。没有以后了，我今天来就是和你摊牌的。我把青春全耗在你这儿了，如果我要不到我想要的结局，就别怪我撕破脸了。我说到做到，听清楚了吗？小姐，你的车是不是拿去做保养了？能不能赏个脸，让我送你一程啊？我就知道你不是个小肚鸡肠的女人，不然我是不会喜欢你的。挑来挑去，都没个名分。哎，这点我早就表明态度了啊。这些年，你跟我受了不少委屈，我心里是知道的。放心，我一定会兑现我的承诺，给你个名分的。但愿如此。哎，只是你未来的婆婆最近身体不太好，
我得把他伺候好了，才能慢慢向他坦白。这一点你应该能够理解啊。好吧，我就再给你一次机会。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，来，走吧。你把车开走吧，反正我今天用不着。那我明天还车的时候又能见你一面了，我又赚了。亲我一下，不然我不让你走。这人这么多，算了啊。人多怎么了？亲我一下嘛，快。妈，你不是去买菜了吗？伯母你好，我是谭雪，是明伟的朋友。啊，你就是那个狐狸精啊！妈，破坏我儿子的家庭！你干嘛？什么叫我干嘛呀？伯母，你还叫我伯母？谁是你伯母？我不认识你。小雪，你先走吧。你让开，这是我儿子的车，你干嘛让他开？妈，你干嘛那么凶啊？干嘛那么凶？什么叫干嘛那么凶？我还问的。小雪，我再给你打电话。你个狐狸精！我告诉你，你再跟着我儿子，我跟你没完！你干嘛那么凶啊？什么那么凶啊？你离了婚不告诉我，你安的什么心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我怎么知道的？离婚证我都看到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再跟那个狐狸精在一起，我跟你没完！你等着。妈，卡卡，奶奶有点不舒服，你先回房间。妈，你哪儿不舒服了？我没有不舒服。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？怎么私自就把婚给离了呢？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我不同意。妈，你刚才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我跟新来的婚不是随随便便的离的。妈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自己在找借口。明明是你对不起人家新磊，你赶快给新磊道歉。新磊，听妈一句话，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们离婚，你赶快把这个收回，收回。妈，对不起，让您操心了。但是，其实我们两个离婚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什么最好的结局呀？你们俩离婚了，这个家没了，什么好结局啊？这个。已经不是我的家了，我现在就回娘家。新磊，你不能走，卡卡不能没有妈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们什么时候离婚了？爸爸，你是不是那个华阿姨呀？爸爸，你不能离婚，你跟奶奶这么好，我妈妈也很饿。那个华阿姨，我和爸爸妈妈都没有你。
这什么呀？韩雪送给你的礼物。你呀，以后做什么事情都要有分寸。我怎么了？还怎么了？当着那么多街坊邻居的面，和那个谭雪在外头卿卿我我的，太不像话了。好了，我知道了。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已经40了，儿子也会打酱油了，各种事情千万要当心，知道吗？知道，知道了。妈，谭雪可是你亲自请过来的，你得照顾下她的情绪，别老是板着脸啊。啊，这样行了吧？我妈最好了，我先出去了啊。嗯。哎妈，这些高级礼品可是谭雪亲自为你挑选的，希望你能喜欢。尝点这个。哎呦，我不喝酒，我有高血压。明伟，你没跟他说过吗？啊，妈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我忘了跟他说了。还是我们家新磊好，知道我有高血压，特别的关心，尤其是吃饭呢，哪个该吃哪个不该吃，关心的哪个周到。哎，来，小雪，这是我妈特地给你做的。尝一下啊！好。嗯，真好吃，阿姨，你手艺真好。好吃吧？嗯。这个菜啊，是新磊教我做的，我只是学到了新磊的皮毛。明伟，你告诉他，你最爱吃新磊这个菜，你没说过吗？妈。姑娘，你会烧饭吗？不好意思，我不会。嗯，那就是十指不碰阳春水，天生一个大小姐的命。哎呦，我和你比起来哦，我们家新磊就命苦多了，带孩子、打扫房间、做饭，什么都得管。哎，你别说，管归管呢，管的那是井井有条，我太喜欢了。妈，说这些干嘛呢？来来来来来，吃饭啊！来来。不会做饭怎么行啊？这一天一天一顿一顿的怎么办呢？阿姨，现在这年头，只要有钱，没有什么做不了的。这餐厅饭馆满大街都是，保姆钟点工，随叫随到。有钱就是好。哎，这个有钱的人呐，你听见没有？说话的声音多大呀！妈，谭雪跟我一样。都是干销售的，平时不在家的，就算想做菜，他都没有时间，你说对不对？嗯，销售呢，辛苦归辛苦，哎，挣得多嘛，而且呢，还能买高级的营养品。不过有一点你们别忘了啊，你们呢，买嘛要买的，要买呢就买真实一点的，不要买过期的拿来糊弄我这个老眼昏花吗？过期？妈，您开玩笑吧？这些高级礼品都是。谭雪托他妈精心挑选的，您是不是看错了？你看了日期吗？那这不可能啊！这一定有误会，阿姨，可能是我妈拿错了。实在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要不我下次重新给你拿一份过来。我销售不起，你哪拿来的还是送回哪去，你们自己吃也蛮好的嘛。妈，这肯定是个误会。阿姨。妈。妈。卡卡，奶奶有点不舒服，你先回房间。妈，你哪儿不舒服了？我没有不舒服。你们眼里还有没有我？怎么私自就把婚给离了呢？
我告诉你们，这件事情我不同意。妈，你刚才打也打了，骂也骂了，我跟新来的婚不是随随便便的离的。妈，你胡说八道，你自己在找借口。明明是你对不起人家新磊，你赶快给新磊道歉。新磊，听妈一句话，现在好多人都不知道你们离婚，你赶快把这个收回，收回。妈，对不起，让您操心了。但是，其实我们两个离婚是最好的结局了。什么最好的结局呀？你们俩离婚了，这个家没了，什么好结局啊？这个已经不是我的家了，我现在就回娘家。新磊，你不能走，卡卡不能没有妈。妈妈，妈妈，你为什么想要离婚了？爸爸，你是不是那个花阿姨呀？爸爸，你不能离婚，你跟奶奶都好，我妈妈也很饿，那个花阿姨，我和爸爸妈妈都没有你。你要多吃点，吃了长得又高又壮的啊！啊，奶奶，我长得又高又壮了，就可以保护妈妈了，对不对？可以让不让任何人欺负她。哦，卡卡，你现在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。可是妈妈怎么还不回来啊？卡卡，你妈妈呢？要上班。上了班呢，才能赚更多的钱，赚了钱以后呢，才能给卡卡买玩具、买游戏机，对不对啊？嗯。奶奶，我吃饱了。赶紧去把嘴巴擦一下。哦。儿子，有件事儿我一直想跟你说。那天在外头呢，我对那个谭雪又推了她，又骂了她。她没跟你说什么吧？那还不至于，他没那么小心眼。不过妈，你也真是的。你别说了，我想过了，不管她是不是破坏你们家庭的坏女人，但我总不能对人家姑娘这样。你看我要不要打个电话给她说一声啊？打电话，我觉得不太合适。哎，你看这样行吗？我以你的名义邀请她到家里吃顿饭。不可能，我是不会认他的，怎么还能进我们家呢？你不要当他是儿媳妇，当他是个朋友，彼此了解一下，这多好呀。那我跟他打了。这么说，新蕾姐要当老板娘了？人家不是老板娘，人家是女老板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女老板女老板，反正不管怎么样，只要是她接手了，我一定去当她的 VIP 中 P。怎么，你要干嘛呀？我就想讨好讨好她吧，要不然她怎么舍得把她最喜欢的妹妹嫁给我呢？对吧？哎，谁说要嫁给你了呀？真是的，想那么远。哎，不是。
古代的那个什么，好多男男女女是认识没几天就结婚了，没过几年吧，他们就生出很多很多的小朋友来。我觉得我们应该赶上他们的节奏才对啊。哎呀，好了，你越说越没谱了。我先不跟你聊了啊，明儿还有好多事情呢，我还得去洗澡呢。啊，这我就跟你开几句玩笑话就把你吓跑了啊？不是，我是明天真的很多事儿。哦，行行行，那你赶紧去睡觉去吧，啊。嗯，好吧，晚安。晚安，好梦。你怎么又不敲门又进来了？我正准备洗澡呢，什么事儿啊？怎么样，通过许诺了吗？什么？你明知故问，杨欣然啊，他跟许诺好过，你没问吗？哎呀，就算欣然跟许诺好过，那又怎么样啊？那都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再说了，谁没有过去啊？欣然跟许诺，那根本就不算有过去，好吗？这是许诺亲口跟你说的。是谁说的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杨欣然现在是我丁嘉文的女朋友，知道吗，妹妹？啊，你心胸还真是宽大呀。那现在反过来说说你，你之前交那么多男朋友，如果让许诺知道了，许诺因为这个跟你分手了，你会怎么想他呀？我应该说出我知道的一切吗？哎呀，不行不行，不能说，如果说了，不就等于承认是我用不光彩的手段抢走许诺了吗？好了，我的好妹妹，哥哥告诉你，许诺啊是千里挑一的好男人，真的别再怀疑他了。欣然呢，又是我遇到过最好的女孩，我也不会因为这些小问题就跟她分手的。所以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应该抓住手边的幸福，别让她从指缝间里溜走。欣然，你够狠，不仅让我没有办法走入许诺的心，现在就连哥哥对我的信任也夺走了。哼，你等着瞧，我不会让你过得这么舒坦的。先生您。
我们参加的是谁的婚礼？怎么了？这也太巧了。卡卡，不要跑了，有车危险。卡卡。卡卡，爸爸。爸爸，你也是来参加小姨的婚礼了吗？小姨？他小姨是杨欣然。杨欣然？杨欣磊？这世界还真小啊，没想到我们参加的竟然是同一场婚礼。你们应该是男方的客人吧？嘉文是我的表弟。哦，原来那个一直缠着嘉文不放，想飞上枝头变凤凰的，就是你妹妹啊。怪不得了，了不起啊。小雪。卡卡，来，过妈妈这边来。欣然和嘉文两人情投意合，两情相悦。我想，一直缠着别人不放的那个人，应该不是我妹妹吧？卡卡，今天穿得很帅啊。爸爸，你为什么要带这个坏阿姨来？真扫兴！卡卡，臭小孩。小雪，你看他一开口就说坏话，比我们小孩还不懂道理。你卡卡，哎，卡卡，谭小姐，你别生气啊，童言无忌，你一看就没生过孩子，小孩子天天这么顽皮耍闹的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小雪，爸，这怎么回事？这孩子是你的？是。这么说他是有家有口的人啊？爸，他已经离婚了。离婚？你跟我们说他是单身。对呀，现在他不但是结过婚的人，还有一个孩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卡卡，咱们走吧，这里太没意思了啊，咱们到里面吃好吃的去。爸爸，我不能跟你在一起睡了，我今天要跟妈妈睡，你和奶奶不要想我好不好？好，我知道了。卡卡，走吧，走吧。爸爸，拜拜。超级无敌坏的阿姨，卡卡，这小孩，这孩子法院判给你了？对。这都什么事啊？他大你一轮也就算了，他居然还离过婚带个孩子。小雪啊，你是想气死我们是不是？妈，我就是喜欢他，而且他还是因为我才离的婚，孩子他妈妈会照顾的，不会影响我们生活。你这孩子一天，我跟你说干什么一天的？等婚礼结束，我找你算账。走，我们进去。真是。小雪，我早就跟你说了，我第一次见他们的时候就应该把我的事跟他们说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谁会知道有这么一出嘛？没事，我来搞定。我们进去吧。喂，刘总。什么？货被海关扣了？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到。怎么了呀？你又要走？这个刘总你也认识，得罪不起。我不管，我今天不让你走。小雪，你别闹了。就刚才那个气氛，我要留下来也是给你父母添堵。别闹了啊，乖，我先走。高明伟，高明伟。大美女啊，今天穿的够凉快的呀，你啊，可以啊。哎，哎，你穿的也挺帅的嘛，怎么着啊？来泡小姑娘了？什么话呀，我好歹也是人家请来嘉宾，行吗？重点嘉宾啊！哎呀，哎，怎么样，感觉到我们豪门婚宴的气场没？嗯，感觉是感觉到了。看你这身儿，我就知道气场挺大的。不过这场面嘛，马马虎虎还凑合。到时候我弟要是结婚，
肯定比这更好。我听他们说好像要去什么马尔代夫。尊敬的各位来宾、各位亲朋好友、女士们、先生们，大家好！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阿有信。下面请各位来宾入座。接下来有请我们二位新人交换戒指。下面我们请新郎新娘共饮一杯幸福酒。老弟啊，我觉得吧，有些心事儿该藏的就必须得藏。男人嘛，对不对？你可别忘了啊，有一个女人还等着你去给她幸福呢，啊！你放心吧，我自己会有问题。